实在老贵，豆腐也买下的，哎呀，就前两买了两份，幸亏买了一块钱，幸亏就买了一点点。现在才六点多，你早一早就走呀？哦，八到六块跑跑，那家包的有余了。还在那刮痧呢。这是两万只一吃的，这个这就给你捏了皮了。你几点就起来的？五点。你也不爱矿呢。这个不用。这是你闹的。你看、啊，这不是咱们以前抓的红脱水？啊。啊，你用这个就行，这不是这是醋。啊。麻椒油，你完了把血油。啊。啊。你血还有啥了？鸡饭，是不是？啊。那这就在这个放的呀。啊，这也不怕，或者是浪搓搓也行。或者中午也不怕。啊，浪搓搓吧，你把那个花蕊带出来，还有小葱，我们那买，就少些小葱。外在咋样？那花蕊带不少的吧？带出来就行了，带出来叫他自己买这个小葱洗一洗，是吧？也切到白点的就行了嘛。他做哈牛肉面来的。啊。你也不嫌累，把火锅可以插出去了，是吧？啊，插出去火锅是。啊啊，你修还有啥了？我修不起来。酸水。哦，还有酸，我拿出喝水、打水、泡水的水。啊啊啊啊！就是个这的，基本上没啥的。啊，那到中午就不用闹饭了呀？哦，煮水拖就行了嘛。你不是要喝还酸辣拖了上了地的？哦哦，我还得再买豆腐个了。不要买做豆腐的了，买后头上做了。哦，也对哈，上反正你要买葱了嘛，小葱了嘛。啊。啊，上头买的时候一点点都行了。啊。啊。就是这个。你说的你买小葱了嘛？小葱嘛，洗一点点，一是摆出去好看嘛。知道的。不行，你先把它放到冰箱了嘛。啊。那吃豆啊，有些中饭当时。牛肉面看你冰的还好哈。啊。就这的。你在烧水拿出油来，牛肉面说。好，你完了把这个锅洗一洗。好，洗完你不要管了。嗯，牛肉块现在出个泡泡就回来。啊。你不要太累了，你歇一歇。不累，这都不烫的。啊，你上次这烫的厉害了，那歪了。上烫的厉害了，主要是喝水少了，不是？那你带都带多些水。有了，顾不说还有什么？慢下。嗯。老公昨天晚上回来说他脚又疼开了，可能是因为缺水。那个尿酸又高了。Hello， 朋友们好，我是芳芳。那个老公不是说是缺了一点点小葱嘛，所以我本来要计划睡回笼觉来，后来是躺不住了，赶紧早点这不起来给俺姑娘去那个啥，早市上买了点一块钱的小葱，一块钱的豆腐，这就今天中午的饭，这就够了。啊，今天买菜花了两块钱。我上菜的时候，我的老公回来了。又买哈了。你看老公回来，老公也买哈菜了。所以就知道你又买哈了，那我还是给他花钱说白一些，我给他买哈。我也是站着去的嘛，是。你看，你看。我是意思，你是说，你看。我回来，我是坐着坐着歇一歇。你看，你买的葱就不对，我就是怕你买哈的葱不对了。为啥呀？我已经买哈了。我也买哈了嘛，这不是？你看这，买这一种葱，知道了吧？那我买的才是正常的了。我是地里头种下的葱，小葱，这是咱们的水葱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看那也有了。我这种都这样的，买了跑了两家，那都是这有的小葱呀。啊，你看你，这就以后知道了吧？这时候以后做泡菜用呀哈。
对。你又做泡菜呀？哦，这种泡菜。都会做呀。黑夜就做好了呀。你在着急的买回来那那花蕊那不带啥的榴莲，那是他黑夜才吃了。白说行就行了。那不带嘛。所以让你的哎呀。哎呀。那你那你还走呀吧？那你先吃肉些东西再走吧。不学吃嘛，这大早就不学吃。那你歇一歇再走吧，别太累了。又不累。别隔离，你得歇坐一天吧。不白歇，歇着也没厂家的活快嘛。我给他哈个早早就地个地做垃圾哈个，咋的跟他搂在搂电梯里头了？买个酸土能不能做外豆腐酸辣豆腐头？那现在都是比较浪费了。我说跟张大姐的茶，楼是茶，看看酸土能做上楼，给你那些酸土鱼、酸土肥牛都上楼去的、啊。就是呀。要不我把你的再调调浪费了呀，做外肉东了再用吧。我今天做豆腐我自己调吧，要不？啊？浪费不了。